挑嘴媳妇说了算，过年必推的秒杀年菜来啦！松露鲍鱼一斤虎掌。它为什么叫做虎掌呢？就是因为它是用那个猪膝盖里面那个嫩筋，精华火腿鱼骨。鱼骨。你即使有钱也不一定可以吃得到。明虾放进去哦，真的是有奢侈感，这已经是佛跳墙的程度了。对，福气满满，客家菜尾锅。今天可能是年菜，对，你取名字不要取输人，把它改成羊尾锅。谁要和今年年菜评比？评审唯一吃光的一道菜，中间还有一层红豆泥。对，这个在我心里面是珍贵。七匹麻烦。明年这个时间，突然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你别那一生眼泪相对。老大老大，我爱你爱你，你们输瓦库啊，他们三个已经傻眼了。欢迎收看综艺恭喜新年好，羊年如意，扬眉吐气，洋洋得意，祝大家羊头开心，羊尾也开心，老头蛇尾可能就没听过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做人的心不着在道理，晚晚去困着早早起。又搁烦恼嫁未生，又搁烦恼阿婆弄，烦恼小姑要嫁无嫁成，烦恼小姐要娶阿无眠床。老哥，大跟妈有听过这个歌吗？有没有？你把新娘给新铺啊！啊，对，你跟着在唱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这个歌，柯老大完全。你们在唱什么？我这个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听过吧？柯老师，你没做过那个新妇嘛？哎呀，但是从来没做大官。这个是好像留不住的歌，留不住。哎，能不能留不住？抓起。哎哦，叫姐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我们今天有客人。这个比较少上节目，对对对，随便瞄一下，他说。爽成这样！我在旁边看，好好笑哦。废话不好笑，他们找我。好笑退钱。哎，老师先介绍。啊，是是。还有吗？宝妈，对不对？宝妈，新年快乐。这个端人家的饭碗不方便，不好端，会不会？是。做人家媳妇儿不容易啊。非常。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是一个。因为做人家媳妇，所以很懂得吃，她也很懂得做。对，新嫁娘嘛，是吧？顺了姑一围的手艺。对啊。三月下厨房，哎，未按公婆姓，先前小姑长。所以，哎，小姑就是婆婆的意思。不是有一不是有一句洗手做羹汤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三月下厨房，洗手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省略一句。还在等那一句。我本来想说要接在哪里，想说一直冲不出来。所以今天有老媳妇儿，还有老媳妇儿，我是老媳妇，老媳妇，年轻的。你们好像不喜欢跟布兰妮坐一起的，什么态度？这一张就拿到我旁边。是吗？人家 Judy 也是至少十几。请问一下，资深。如果你们不是老媳妇，那谁是老媳妇啊？资深媳啊，这不叫老媳妇儿，那啥叫老媳妇啊？对呀、啊，来，还有这边少年媳妇儿也介绍。几年？你几年？五年，快五年。五年，那你是 Lucky 呀、啊，新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陪最半年，才半年，对不对？更新。媳妇最难搞，对不对？哈。婆婆嘞，婆婆最难搞。哦，不会，我告诉你，我婆婆把我养坏了，因为婆婆太能干了，所以她把我养坏了。所以都是婆婆在煮菜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像还有什么旁边少林洗一些菜。公公很幸福哎，婆婆那么能干。嗯，对。哇，呛他。安得边出头嘛，老婆厉害，老公就闲下来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也是很菜的嘛，一年而已啊，还不到一年，小柔才一年，对对，还不到一年，很幸福，对不对？非常幸福，老公疼得不得了。小柔这个嫁得好，你看现在皮肤啊，这个状态，没有状态，光亮，谢谢。重点是小柔的老公很会做菜，对，所以他才是幸福。来，我们现场就来两位当人媳妇儿聊一聊。
婆媳过招108回。是哦。那么两位有老媳妇儿，有年轻的少媳妇儿，他两两 PK， 输的那一对回去离婚。是哇。推荐一些不对的菜嘛，对不对？才离那么多，讲到离婚，不然你开心了，哦，太好了，吃得好，吃得好。看对象，看没输啦。老少媳妇大对决，谁带来的年菜是今年最厉害的嘞？你要介绍的是什么？我要介绍的是花雕活鲜虾跟我的松露鲍鱼。郁金虎掌，你知道回味？哎呦，有点厉害，因为年菜嘛，啊，讲白了就是花椰菜跟鲍鱼，花椰菜跟鲍鱼，但是因为过年要喜气，要休息一下，而且它有特别加了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在里面，珍贵的松露，加松露，哎，这样会配吗？一克六，这年轻的这个等于是中西合并，对啊，对，哎呦，好啊，松露，哦，好，你知道谁怎么样最会找松露吗？哦，猪。小猪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小猪从小培养吃松露，对，然后自己就会去找松露。松露有一点胯下的味道，对，是洗脚水，就是那个臭脚丫。其实现在已经不是用猪在找了，古时候猪哈会把那个松露直接吃掉，所以现在已经改变了，现在都是狗用狗来找，真的用狗来找。以前是猪一找到有没有，然后它呱加了扒了，对，它叫脆。哎，那个松露多贵啊！结果最贵的在哪里呢？哪里？在台湾现在已经买进来，有这么大一颗，哦，你看到那一颗买的好像，哎，听说将近千万，加油，哎，谁舍得吃啊？哎呀，不过松露有松露的葬礼，就像松为什么叫松露的葬礼？因为松露它是有期限的，你在7天里面一定要吃掉，对，要吃干。对，他有的有钱人摘锁在保险箱里，那他的钱很香哎。对呀，真是的，就摆在那边摆一摆以后，哪一天想说哦，我那心里的时候被推出来，然后打家，那个有更能够给只有一个东西就变成松露的丧礼了。对，只有一个东西它是没有期限的，什么？真的吗？喂，不是，我难得我讲一点，不然你突然啊呸，血嘛，对不对？金曼贤呢？对，普普又真爱，对你来牙公这边真爱。阿伯丽丽丽，你今天带来什么东西？我要介绍的是一品东坡肉，对，对，你虽然这种东西太适合过年吃，很适合过年。一品等于有3.3平方米，没错，一品是品，三口品，现在价值一品96万，三升，谢谢，我们最近需要找人录罐头笑声，这也不好笑，你笑干嘞？我来下录啊，因为人家老公很老实，他在家里很无聊嘛。你好好笑，这个还好，你跟我出去，有没有买票啊？坐坐在那边笑，要讲话嘛？对对，摇滚区嘛，配。来，一品多锅肉。没有，因为最主要是这家餐厅离我们的办公室很近，然后离我们住家也很近。哇，那胆子真大，敢离你那么近。是我婆婆最喜欢吃的，然后每次我们到泰晚的时候都点不到这一道菜的，它是有限量的。宪哥，你知道好吃的东坡肉怎么样？不是用刀切的吗？不是，不，用那个是用绳子是吧？绳子把它揪对，它是绑成一个田字形，田字形要用姜菜。对，姜叔啊，姜叔啊，所以现在就是用麻烧，那个以前是用姜叔啊，姜叔啊才对，对不对？最早绑在上面，然后等到卤到烂之后，哎呦，先把揪开，切成四瓣。写过最多啊，有关饮食的东西的诗人就是苏东坡，苏东坡，苏东坡肉以他为名，他喜欢吃嘛，居不能无主，对，食不能无肉，对，对不对？居无主则无足令人俗。无肉令人瘦，哇，太有学问，太有学问，阿公太喜欢你了，对对对，阿公一定会肯定。爷爷在天之灵，我可以对你有个交代。阿公都有在看，加乖加乖。好，我阿公最喜欢吃西瓜。是，而且是好的，好的，不好的西瓜他不吃，吃好西瓜，他已经驾鹤西归。这假阿公玩笑。过年的假，这我求不，我求。假西瓜，赶快录，你阿公敢没假西瓜？喂，全台湾的阿
公都不开心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而且现在西瓜买的不好的、烂的，大家不敢嫁祸西瓜嘛。来来来来来，现在直接上菜好不好？来，小媳妇儿魏时秀，来开始，边吃边告诉我们那个 feel， 对吧？感觉怎么样？入口即化，而且呢，因为是要给公婆吃嘛，那有些婆婆可能要软一点，稍微有点长了，所以它炖得非常非常嫩。哦，再者是因为它为什么叫做虎掌呢？就是因为它是用那个猪膝盖里面那个嫩筋去炖的。一般这道菜可能都大家都会听到，就是知道就是加蚝油，去提它的鲜味。可是它是用松露酱，松露，对，它用松露酱就不会盖掉一些原本这些海鲜的一些鲜味。松露，哎，让鲍鱼更像鲍鱼。哎呦，厉害啦，这个好。哎，男人。让女人更像女人了。女为悦己者容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你这个虾子，连你自己都不吃。不是，我不好吃。没事，你就吃一下嘛，试试味道。对。你虾看起来好大，很新鲜的感觉。哦，你看这，我这可是鱼尾，吃哎，不用剥壳。它是那个花雕，所以是用花雕酒去炖的，但它因为它里面有加中药，它有加红枣，然后枸杞，很多中药去炖它，所以基本上老师们可以吃到那个酒味会，还蛮温和的，因为它有中药材。奇怪，你这端一个碗，然后拿筷子上，感觉就优美，有没有？对，那不然你这边感觉你是要来借酱油的？太严，奇怪了，挂包了。啊，你就一个挂包，你那东坡肉啊，那叫扣咖喱嘛？再直接加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那你这一口没有东坡肉？有啊有啊。怎么样怎么样？我怕嘴巴有东西不好讲话。哦，了解。妈妈是有教了。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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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每当吼吼夹崩啊。没有，我最主要是我婆婆，我每逢年节的时候都要跟婆婆一起聚餐。那我婆婆非常喜欢吃这道菜。那一般我们在家里是没办法炖到，就是说这种肉即化口。对对对。但是这个卤的这个不会柴。它不会柴，而且很甘甜，然后这个里面加入很多的冰糖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加冰糖，然后这个一定要很特别的调配料。哎，好，这里一道，这里一道，他们出两道，你出一道，好吧？吃起来的 feel 再让我们 enjoy， 你的表情很重要，吃到有翻白眼，分数通常都高。翻白眼吃的高是，跟施嘉一样。对对，小可这边要不要补一下翻白眼？对对对对，要翻哦，要翻哦，翻来又翻去。不然你姐姐，哎呦，你有他进阶哦，这熟女老媳妇，不愧是布兰妮，布兰妮要怎么样？布兰妮要怎么样？我的天嘛，对不对？哎呀妈，连你都要做媳妇啊，对不对？阿奶来，三位老师现在吃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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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感受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它上面是放那个松露酱，就是我们那种整瓶的那种松露酱。没关的啦。我觉得它虎蹄很好吃，它的虎蹄比那个上面那个鲍鱼啊，哦，这一种叫做包啦，包螺啦，这对啊，螺头，对，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包螺鲍鱼啦，对，这个是螺头啦，螺肉的头啦。那一般家庭你那也不可能每天吃鲍鱼嘛，这个螺头味道感觉对了也就好。对对对，大家庭嘛，而且它有微过了，所以许可来讲啊，他说什么没有用到什么蚝油，其实都有用，有，还用绍兴酒去煨它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他没有蚝油，他完全没有办法那个对入味鲍鱼跟那个螺肉头是没有办法入味的。对，然后那个他就把那个松露为了珍贵吧，把那个松露在特别撒在上面。但是我们最推荐的啊，就是还是反正是虾，没错，这个虾我跟你讲，这个虾是真的很新鲜，很棒很棒，而且它不是只有绍兴酒去泡，它绍兴酒加红露哦。对，最传统就是绍兴酒加红露酒，对，它有一点比例存在，所以它那个酒香气是拿捏的非常非常拿捏的很好。极品锅物降临，大根妈竟然吃到。而且重点是这个虾，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虾看起来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专门在吃海鲜的，你试吃虾呢，你先吃虾头。对，如果虾头不 OK， 你都不用吃了。对，就不用。但它那个虾头是香和甜的，哎呦，甘甜味，那个酒香气都在里面，那酒是回甘的。哎，我觉得它只有。
只有一绍兴酒，因为还不 OK， 因为他加了红露酒，所以它有两重的那种酒味。因为这是黄来发特别的手法。是哦，你也知道谁做的啊？中山北路一家大型五星级酒店的行政主厨。哎呦，哇，宪哥是吗？宪哥，哎，你要吃完虾壳有没有？剥下来，你后面有签名。黄来发，对，我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但这一道菜真的是他们的招牌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再来那个东坡肉，这个东坡肉的话，其实它，你说它江浙味，它其实不算很江浙味，这江浙菜没错，但是它不算很江浙味，它应该是台版的改良，有点没错，就是江浙跟台湾的中间点呐，对对对，它是混血的。外行人，我来插一句话，真正东坡肉的肉汤是不会这样粘稠状的。宪哥讲的是没有错，有一句就是说，是慢着火，少着水，慢着火，时间足，它自美。时间，那你真的在杭州那边看他们在做各式各样东坡肉，每一家你看都是东坡肉，但是每一家那个细微的吃起来都不一样，他们真的就是慢慢的火，然后底下塞竹筛，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专心的看着那一锅肉，就看着那一锅肉，一直。从水加进去以后，它就没有再额外加水，在烧的过程直接烧到干，所以宪哥讲对了，它不是勾芡，它是本身它的一个胶质的浓缩。甚至宪哥，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比较奸诈的方法，就是在卤这个肉的时候加一点鸡翅进去，哎呀，胶质更棒。但是鸡翅它不会告诉你，从宪哥来说，哦，宪哥就是他做的过程当中，他会把其实包括鸡翅、鸡脚都 OK。像我们在外面喝鸡汤，你会觉得鸡汤为什么浓稠度这么高？他放了猪蹄在哪里？他放的猪蹄啊，猪脚的最下面那个。我们吃的拉面也有猪脚。秘密告诉大家，宝妈对这两道菜的看法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，其实。每一次所有的美食在比赛的当中呢，最重要的你们要怎么去选择？是放冷呢一样这么好吃，是不是很重要？对。那今天那就只能拿凉面来比了。不是，是啊，最内行的吧？很多的好吃东西，越冷隔夜越好吃。大哥妈，这两道菜您个人看法？我先说这一道哈。好呀，我觉得它这个挂包，本来你那个挂包那个样子卖相太好看，因为我看的挂包都很大一颗，对对对，小小的，好，看到挂包有遐想。不是啊，看很多都小小的，他说什么？小包啊，小小的。大哥妈跟我一样，我看到挂包，我有遐想，怀念。哎喂喂哎，家里面大人啊，一起水饺卖欧饼够，哎，好难啊，哎好。既然这样，我们现在马上来公布了。好，这是一号，许可。是。那一边东坡肉是二号，是布兰妮的。Yes。你喜欢的是哪一道？三位评审一起举牌，一、二、三，开。一号，一号，一号。哎，谢谢。东坡肉才好吃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的可能是冷掉，因为冷都败气啊。人家说好坏啊，媳妇儿。我婆婆最喜欢在打完牌的时候，就在边打牌边吃这个。我跟你讲啊，人家那个婆婆也是会忍耐的，媳妇儿对她不是很好。然后不是啦，不是，我说媳妇儿对她不是很好，那婆婆就忍耐，旁边看不下去嘛。哎，行不啊？那对不对？不好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不败嘛，三顿休啦。无所谓啦，好坏他至少三餐还给我热饭吃。这段要笑吗？有做到？这真是感人的，要不要笑？感人的。小罗这段好笑吗？这段可以吗？很感动。是感人的。你真是情感的动物。真的哎，现在是。对不对？所以我怀疑你怀孕了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才刚生完而已。我刚生完，刚卸货，刚卸货。所以刚聊到哪？刚卸货。哦，卸货。啥灯修了？好拜啥灯？是好拜啥灯修嘛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互相体谅。那有啥拜？哇，我就拎得老茶货。好，男人最忌讳了。哎，现场有。老师，我讲的有没有错？这不是我讲。又过年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宝妈生气了啦。不好意思，熟宴，不好意思，三位不好意思，不敬，不好意思。那个老媳妇儿输一局，现在马上第二组跟汤类来了，来来来。鲍鱼与松露意想不到的结合，让人一吃就爱上。活鲜虾每一口都吃得到满满的酒香气呢。来，再来，年轻的媳妇儿陪陪才半年的光阴，对，有没有看到已经学会持家作业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这么厉害啦，就是想说，因为才刚嫁过来，所以一定要
第一次过年一定就要让整个家族有好印象，对，之后后面的年才会轻松。那培培我是不担心的，因为他喝酒行那天啊，去到婆婆家，哈哈哈哈，对不对？还笑笑的，哎呀，啊，不会婆婆说你是酒钱回，酒钱回，就叫错，你是要去温好信息，现在头壳歹，带这个垃圾的回来，天天哪，没有，我该精明的时候会精明，比如说就老公拿钱回来的时候，要算清楚，对，来，你今天介绍这。我今天要接到的是金华火腿鱼骨，鱼骨鱼骨，鱼骨上汤锅哦。金华火腿跟鱼骨哦，哎呦，这个就特殊了。我先，你先吃试看，你试试看。哎，这个有特殊哦，啊，哦，鸡肉，哇，翻白眼。好吃啊！翻白眼，有加分，一定要翻白眼，翻白眼一定要赢。哎，翻白眼，哎，翻太多是中毒的现象。你刚刚已经斗鸡眼了，画面不好看。怎么样？所以吃起来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？这个是你即使有钱也不一定可以吃得到，要排队排很久，所以我们是直接把它拿回来家里，让老人家在家里就可以吃得到。哦，因为我觉得年菜其实就分三个部分嘛，第一个就是绍兴，那这个汤呢，它其实是微煮了72小时，就是微煮了3天。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健康嘛，因为所有的家族的人大家都聚在一起了，所以一般的汤底它可能是用猪皮去炖才会这样薄薄的，胆固醇比较高，但是它是用鸡脚去炖，比较贵，可是它一样会有那种狗狗的那种汤底，这已经是佛跳墙的程度了。对，但是我讲真心话，它以外貌来讲是貌不惊人啊。超美味菜尾汤，宪哥加入神奇调味，这道汤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叫做福气满满客家菜尾锅。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餐厅啊，它有叫做菜尾汤，这碗都不是都拿一个有一个塑胶桶，然后把它倒回去餐厅重新再煮过，把它拿出来卖。哎呦，这么没有良心啊！有都是菜尾，没有，这个还是一个菜。很多人很喜欢吃它这个味。那如果你已经放到有酸味，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刻意加醋。这个就没良心了。是跟婆婆狡辩，再起床。他以外貌来讲是貌不惊人哦，很像火锅，没有什么太特别。像火锅煮好多天的话，家里火锅煮了好多天，3天嘛，但它里面竟然有鱼在里面才特别。我一直在找鱼啊，鱼在这儿啊，眼睛不好，这是鸡哦，那鸡啊，所以有鸡有虾有鱼，鱼还在，我在找鱼啊，他是说鱼骨。鱼骨，但这里有鱼丸，倒真的。但这一颗一颗，这个看起来是好吃吗？这个应该是什么？虾饺、鱼浆。里面有虾？有吗？有。好，这是我们这边的全名，再讲一次：金华火腿鱼骨上汤锅。上汤锅，好来 ，Julie 也是一个美食家，来跟我们介绍一下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一定要讨个吉利，所以我们这道汤哦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叫做福气满满客家菜尾锅。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厉害的感觉？可是这是菜尾，菜尾，你要知道菜尾，大家家里面大家都过得很富裕，所以菜尾哦拿来煮汤就很厉害。是今天是。等于是年菜，你取名字不要取输人家，叫什么？菜尾锅福气，菜头，现在怎么改比较好？把它改成羊尾锅，谁要喝？可是里面真的没有羊尾啊，不是羊，明明还在羊头哎。开心到羊尾，刚开开始过年，开心到羊尾。对，这道汤真的很厉害，它是客家菜的，客家菜啊，港菜。对，而且真的是只有限时限量限定，哎呦，过年时候才有的。那这里面有什么啊？这里面有那个猪脚、猪肚，然后那个客家的福气，还有白萝卜、咸菜，然后它是用那个鸡汤下去熬炖的。其实它就有一点点像我们的佛跳墙啦，类似，可是它是客家，对。那你能不能吃给我们看看？好 ，enjoy 一下。先吃的是猪肚的部分。猪肚，真的好香。它这个汤我可以感受得到，因为它有带一点咸，酸味，酸菜，有点酸味。姜菜，哎，是这个笋丝，它里面有笋丝，这边闻就很香了呢。好，来，喝完了，现在马上请柯老大来告诉我们，你喝的这两道汤。
瓦汤品。哦，这两道真的都是炖很久很久的，嗯，炖很久，72小时。72小时有一点糊烂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真的吗？哎哎哎，一天只下了五锅。羊年不要讲糊烂，羊烂。啊，对，羊鞭没有讲出来，没有人这样讲。这因为这个鸡哦，如果说炖72小时，因为应该都看不到化掉了，对。汤底炖72小时，料后来加进去。哦，如果这样的话可以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喝到鱼的味道啊。我是化掉了吗？鱼骨吗？对，他说鱼骨炖，因为它的海鲜味是来自虾，哎，跟这个鱼浆制品，我喝到的那个口感是来自虾，这个是虎虾嘛，对不对？虎虾嘛，啊，它这个虾也很厉害，它这个虾都比手掌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大明虾啦，就是类似那种虎虾啦，虎虾，但是它是明虾，它不是那种是板豆那种，虎虾会更大，虎虾还更大，虎虾更大，虎虾更大，但是这个是明虾，这是明虾，虎虾。明虾放进去哦，真的是有奢侈感啊，嗯，它的鲜味哦，起码有鲜甜味。它里面干贝放很多，嗯，所以这个真材实料。这一锅是下重本的锅，对，这一锅不便宜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光喝汤就知道了。来，但是那甜不辣有点多余。然后它这一锅真的很棒，这一锅真的很棒，真的，每个人都要喝一碗。就是它有那种鲜甜味，对，而且它很在乎的一点，它把上面那个油全部都捞过了。哦，健康，对，家里有老人家嘛，有小朋友，真正做上汤就是这样子。真正做上汤的时候，就是在旁边一定要把它的油隔掉，一定隔掉，而且它不能让它大滚，嗯，你就慢慢的爆的时候，那把上面那层油有一点用微的那种味道。对，它真的是微了很久很久。这一锅汤，我讲就是慢慢的喝到都赚到了，喝到赚到了。来，那然后佛跳，这个客家佛跳墙，客家的东西就是客家的传统味道。嗯，客家传统味道就是油咸香嘛，油咸香，然后有就是要够油，够油，然后够咸，然后才会够香。所以它里面最主要是猪腱。就是猪的这个猪肚啊，猪肚比多啦，这个是客家风味的菜味啦。那如果是台式风味的菜味，我那个更豪华了。我那个我好爱哦，那个主要是以佛跳墙当底的，对，那个就更豪华。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餐厅啊，它有叫做菜味汤。那个以前我们都觉得我们去吃板豆，吃板豆不是都拿一个有一个塑胶桶，然后把它倒，对，有很多人去搜这个，回去餐厅重新再煮过，把它拿出来卖。哎呦，这么没有良心啊！有这种菜味，没有，这个还是一个菜，真的有菜味。这不叫做没有良心，这有很多人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板豆最怀念就是父母亲，因为小孩子不能跟着去，对，最想就是父母亲包的那一包菜味等啊，对，太沙缸。但如果你已经放到有酸味，哎，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刻意加醋。哦，这个就没良心了。已经变荤了，你用醋下去混，教人家什么东西？硬是跟婆婆狡辩，真是丑，真是丑。我更好丑，好丑拍教过。第一个就开始啪啪啪。那如果再放一个礼拜，开始长香菇出来，黑来电不来的乌龟，黑心木耳，香菇。金针菇。OK， 阿奶这一道来。我觉得这一道呢，重点是因为它是客家的菜杯，对，那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浓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油或者是它的菜，会都味道重于过它的汤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喜欢浓稠味的汤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。如果说你要醒酒，我们讲了过年大家都喝一杯嘛，如果你要醒酒的话，就这个喝下去就醒酒。OK， 来大根妈，非常浓郁，非常浓郁，但是这个，我吃起来跟你失忆是吧？不是，你干嘛那么凶？对，不要下，让人家想一下嘛。他就是认真，他镜头在你脸上，我觉得。人家里电视机坏掉。现在是民国几年？105。我惊死，用了没？我是要想一朵花来形容。来一朵花。它就像牡丹花。像牡丹。就是很漂亮，非常大，非常大款，可是。它就像玉兰花，玉兰花，哎，它就是有很简单的，50块一朵，有感情的，吃起来我有点怀旧的感觉。你本身客家人吗？
哎，我不是的。你不是，那你怀你怀谁呢？因为我小时候有去客家庄，就因为有去过，你就可以怀。哎，宪哥，你好像一直想跟他吵架。对呀，啊，没有啦，不顺眼。问个详细嘛。所以大哥，宪哥，我是哪里得罪你啊？不然你用那个。没有。好，心里面都有决定了，对不对？这一锅是耗费72小时，号称。看不到鱼，吃得到鱼。对，汤底。哎，这高手过招，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。好剑哦，对对，无剑胜有剑，主持心法，对不对？那一锅呢，它有怀旧的味道，而且那一锅里面真的有大根，是萝卜，没错，大根妈在客家庄怀了大根之后，是回来又吃了。原来你就是在客家庄，太有感觉了，来。甜点双王大对决，美食大师沈小平。这个巧克力非常特别，叫艾佛乐斯巧克力，就是你喜欢吃巧克力，它是最顶级的。哇，这是今年年菜评比评审唯一吃光的一道菜，上面铺的是金华火腿，这个芋头。怀了大根之后，是回来又吃到这一锅，你就是在客家庄，太有感觉了。来，三位老师准备给分，这是我们的一号，那是我们的二号，3、2、1，请举牌。呀呀，你我又是小媳妇儿的。目前是少席时代，现在是少席时代。新的团体啊，不懂我们少时代，年纪大要知道，是吗？对，但是比较适合长辈。但是讲真心话，长辈啊，喝这种有点酸酸的汤啊，会比较开胃。对，你以为它是酸的，但是它的调性是碱性。对，喝起来挺好的。而且这锅就算坏掉喝了，也没有人知道。坏掉喝也没有。你莫讲这，太好比喝了，过年了。媳妇的配偶，老媳的配偶。接着下来这一对更恐怖了，你们现在连挂两枚了。哇，最后希望就看曾雅兰了。雅兰姐，曾雅兰在艺能界，他们家是全世界最节俭的家庭，对，省吃俭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。就要看他今天带来多糖体的含量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甜点类，来来来，细心炖煮的汤头与超大只的虾子，绝对是今年必吃的极品锅物啊！好，来先问他在笑什么？喜的秋沙，喜的秋沙，我桂林爱球啊，然后就是婆婆啊，就是大家看到你笑就会觉得哇，很有福气。娶到小柔是家里有福气，他是真的不是臭明星而已哦，他真的就是他是开心果，开心果到不行，真的就是拉稀中的拉稀啊，那这样才好，对不对？个性很好，整个家庭就整个和乐了，很和乐，很你看起来啊，就闽南语讲 hockey 声啦，哦，谢谢，福气看起来，对对，自己生的小孩也可能因为我爱笑，他现在。公的母的，公的，哎呀，恭喜男孩，哎呀，太太再努力再拼个女儿，会再过一年就要再来拼一个。而且小柔对甜点很有研究哦，没错，今天就是甜点啦，嘿，最后一道，你如果把他们全部三个都赢的话，直接口斗，好吧？加油加油，大满贯，直落三斗，加油，不可能的。这叫灌爆他，是我要灌爆，不好意思，把心里话讲出来。好，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一个呢，我们一讲到甜点呢，就要吃一个甜甜好过年嘛，对不对？那巧克力最基本的呢，现在金箔一定是要的，因为大过年呢，一定要撒点金金的，让它看起来就是很富贵的感觉。它大片的就是大金箔嘛，大金。喂，不敢换，这金箔不敢换啦，这是金粉，金粉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巧克力非常特别，叫艾佛乐斯巧克力。艾佛乐斯，艾佛乐斯，就是你喜欢吃巧克力，它是最顶级的。哇！而且呢，它是呢传说中的成人巧克力。哎呦，催情作用。对，这有多成人呢？因为它里面呢是用多种的酒酿造而成的巧克力。然后呢，它除了香醇之外，而且它会让你吃的呢就会难以入眠，因为太想它了，睡不着。对。然后我曾经呢，因为我的月子婆婆失眠了那么多年，你还给她巧克力，原来就是让她不能入眠。哇，你真是用心良苦。那是个形容词，就是让她觉得说哇，真的太好吃了。然后呢，其实我现在可以为大家示范一口。来来来，哦，这个真的不能一口，所以我好怕一整条吃光光。慢慢的，这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哎呦，好像真的很不好
你知道，你进去的时候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浓甜，然后呢，吞下去之后，呼出来的味道是有点酒香，哎，还有酒香，对，有点酒香，然后有一点，就是感觉非常的幸福的感觉，里面加了酒就对了。健哥，现在这个巧克力怎么样？跟巧克力最搭的酒是，蓝姆酒，蓝姆吗？聪明，对，不要再夸奖了，不要再夸奖了。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再夸奖了。巧克力它是一种西洋的文化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它主要巧克力的产地都在南美洲，对，非洲也有一些，没错。所以这个相当厉害，我感受一下。你不敢说我是专家到什么地步了？就一小口，一点点而已。玻利维亚，这你也知道？这你也晓得？是吗？秦朝信，真的吗？秦朝不把当神看待，秦朝信，少信，少信，好小，没有跟你说。而且巧克力，巧克力本身它还有所谓几度几度，没错，那几度，你好专业哦。我讲到这里，他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。几度？再吃一口，来几度？这个大概50度了。抓，上你也知道，对，主厨有没有来？抓，还可以有到80度，对，不可能。他说你真的，我欢迎主厨出来好不好？真的啦，陈大师。Cinema 对不对？可怕是这样啦。来，亚兰，宪哥你那么厉害，那你就要吃吃我这一道。我今天这道可厉害的，上面这是今年年菜评比。评审唯一吃光的一道菜，真的叫甜点。评审唯一吃光的哦，叫做花开富贵甜点。名字怂掉。吉祥啊，吉祥！你这叫什么巧克力？这个呢叫做艾佛乐斯巧克力。艾佛乐斯，我们很传统。我告诉你，妈妈就是要传统，花开富贵，有没有？这里面有厉害的料哦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它这超厉害的，这个特别。上面铺的是金华火腿切片，咸甜咸甜，上面那一层是咸咸的，对，咸咸的，所以你吃起来会甘滴啊甘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厉害了，甜而不腻。头应该是台湾芋头，对，没错，是哪里的芋头？假仙，吃看，哇，这你也知道？我看它的纹路就知道，纹路你也晓得？我今天对这个不了解，我能够叫做美食大师吗？哇塞，你没有叫过美食大师，你是自己哦。你的阿公应该感到很欣慰。这个火腿，我告诉你，金华的。哇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各位，老莲子的各位，要讲火腿是吧？大师，未必金华一定是第一名。真正厉害的火腿是在宣化，云腿，有宣腿，有云腿，有新华火腿，有好几种。我的妈，仙哥，我要请假来啊！真的，你讲那个宣化那个，就跟那个意大利的那个帕玛斯一样，就帕玛哈姆一样，就是直接可以这样削一片帕玛火腿那一样的。哎，那一根是好几十万呢，它里面加了莲子。对，没错。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它莲子中间还有一层红枣，中间还有一层红枣，里面还加红豆，很有创意耶。因为它的莲子是去腥，莲还有这个红枣也是去籽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男生吃这个可以补肾。唱歌涨停失败，现场大崩溃。大哥妈，你还没讲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来喽！大哥妈，预备！啦啦啦啦啦啦！这个是真的好吃的，巧克力真的太甜，芋头刚刚好，两道菜我都很满意。但是我不行，但是我不行，这个小孩不爱吃。但是我还是
所以非常好吃。太好，我可以说句实话吗？嗯，怎么样？小孩子会不喜欢？为什么？不会不会。为什么？有道理，但这个是属于也是江浙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些江浙甜点，江浙有名的江浙甜点。对，但是大过年就全家大小都要一起享用嘛。对，那这个会小孩子可能会觉得哇，这个厉害。可是那个阿嬷不喜欢，妈妈不喜欢。有酒啊，对，不会有酒，小孩也不能吃。有来有来有来，你吃了吗？你吃给我们看一下。嗯。这个玉米好好吃哦！哎呦喂，为什么他们不用翻白眼啊？怎么样，多糖体多不多？好绵哦，甘冰啊甘冰，哎，又咸又甜的，好怪哦，好满足哦，怎么会？会炒卡修嘞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这个真的好好吃，他学问就在这甜咸之间，大师。两道你吃完你的感觉？这一道哈，说真的，这一道做得很用心，然后那个酒的西部也够，就是它那个酒的酒香气，西部不是那个贴布吗？不是啊，我讲日文的，就是它那个酒沾上去那个海绵蛋糕上面的那个酒量。海绵，好小喽，最熟悉的。然后他用的那个巧克力豆的那个原料非常好，巧克力跟那个油脂的比例哦，就是油脂可能稍微比较高一点。哦，油脂偏高。如果说像我这种年纪在吃的话，可能就巧克力的苦味再强一点会很棒。就是一定要这么说，这个甜点是小朋友的味道，对，没有大人的味道。对对对，就是你会知道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吃甜点，一吃完，这是大人的口味，然后这是小朋友的味道，所以它的落差就是很好吃，但是它的酒味也很浓，那就是差了一点点那种大人的味道，就是巧克力。除非再来一杯 espresso， 哦，对，就不一样了，而且要黑咖啡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在我心里面绝对的高。贵真的很好吃的，但是这个在我心里面是珍贵。哎呦，稀奇，麻烦。明年这个时间，突然哦，也在这个季节，哎，谁有？记得带着玫瑰，大声淋在心上思念，动情时刻。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你别那一身眼泪相对。三个人就傻眼了，你想到在这样，还可以芋头甜点可以唱整个演唱会，可以唱这首歌。我们这个节目是音乐谈话性的节目，没有重点是重点来了，好多元哦。露露啊，好像当自己是那种天后在唱歌，你看那个表情。我本身其实就是天后。我们这个音乐的部分呢，男生是 OK 的，是是是，金曲歌王嘛，对不对？亚洲舞王嘛，罗志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是欧汉三。女生的部分稍弱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来大哥妈，你还没讲对不对？来来，你看安壮，大哥妈。我觉得这位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巧克力非常的高级。很高级，但是我喜欢这个，哎、这个比较有年味。哎呦，怎么样有年了，大哥妈预备，乖乖富贵，都怪你儿子哦。要唱。小气，啦啦啦啦啦啦。这个是真的好吃的，你巧克力真的太甜，芋头刚刚好，两道菜我都很满意。但是我不信，但是我不信，这个小孩不爱吃。但是我还是喜欢吃这个。啊！听你唱完，我两个都不想吃。这个可爱的妈妈，妈咪，她的儿子叫大根，大根，我。
跟他一起洗过澡，其实他并不大，只是对外在吹牛的。我哥都已经要抓了，对不起大哥，妈妈是在惊喜你。还是谢谢谢谢谢谢，还好撑完了，我都要跳跳个到天去。我的腹肌又笑出来了，我。这样，哎呦，好来，阿力吼，两道菜，来来来，三位有没有办法扳回一城呢？数到三秒之后，我们来投票了，三，二，一，请投票 ，Go。魔豆，亚兰亚兰，这个人。这个就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了，今天就2-1了，但是合家欢乐开心，对不对？年菜呢，提供给大家，最重要的是年菜吗？不是，家人的团圆呐！在这里希望大家呢，合家团圆，乐开怀，羊年行大运，赚大钱。